怎么上来就脱衣服呀？不过看一眼应该没什么吧。救你的话，你就成太监了。反正你醒了，我就先走了。父母欺人在上，仇人之女结婚，万事俱备。一定会受人恶毒，为我母父雪恨。吓死我了！还好只是个噩梦，但他怎么总出现在我梦里啊？醒了。本座一向恩怨分明，所以就是要你留在本座身边，我会时时刻刻盯着你。没问题。记住我跟你说的话，否则本座有1000种方法让你生不如死。你白天的时候不是说都公有那什么夜狂症？什么意思啊？你可别跟别人说，是我说的。传说几年前啊，一个打更人好奇地走到了杜公府的门前，看到我们杜公披头散发，满脸是血。满脸是血？梦容惨了，为了让你死个明白，我实话告诉你吧，你的一举一动都在我的掌握之中。剿匪路线是我通知主人提前准备好的。叔，你看到什么？慕容藏这个人脾气古怪，我若说看到他的未来杂乱无章，他一定觉得我在骗他，小命一定难保，倒不如豁出去赌一把。我看到干爹会深深地爱上我，并且无法自拔。你胡说什么？既然你说我会爱上你，那为什么你还总想着跑回那个破庙？我，难不成那个破庙里有你的老相好？才不是呢，我就是在等人而已。等人？嗯，如果那个人真的在意你大于一切，便不会让你等。